港媒报道，香港知名老戏骨曾江在弥敦道19号隔离酒店去世，警方正在调查死因。据悉，曾江从新加坡返港后入住九龙酒店隔离。4月26日晚，他曾致电女儿表示胸口痛，女婿随即将相关药物送到酒店，要求职员代为送到房间。曾江1934年出生于香港，1983年因饰演《射雕英雄传》黄药师一角而被观众熟悉。黄前辈，久仰大名，晚辈郭靖。什么前辈后辈的，讨厌。我爹不喜欢人家太客气。哦，这样。黄老伯。什么老伯？我很老吗？曾江毕生出演影视作品超过200部，期间凭借《窃听风云二》和《窃听风云三》两次提名最佳男配角奖，并最终通过《窃听风云三》获奖。如果没有万先生的财力支持，我这个乡巴佬能折腾出个什么动静呢？干杯！还参演了《追龙》《唐人街探案二》等电影。最近由曾江参演的电影《边缘行者》正在影院热映，虽然只是客串戏份不多。不听话的话就当他们坏血喽。给我干掉他们，一个不留。而对于死亡，曾江也在很早之前就表达过自己的看法，他希望死之前不要有太多遗憾。在四个小生去旅行记者会上，曾江被谢贤长乖了。谢贤是谢霆锋的爸爸。莫喺我面前撒野，系先。仲有，嗱呢度唔讲嘢啊！你个老味我琴日呢个录音咩话？你讲过咩啊？你讲过咩啊？吓？